人为难人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自己为难自己。实在办不到的事，强行去做就是刁难自己。生活辛苦，还要不开心，便是辜负自己。放过自己，便是不要想太多，尊重内心的想法，朝着目标，或奔跑，或摔跤，或失败，或成长。都是属于你自己的，与别人无关。你的人生就是你的限量版。与人相处，让你不舒服的人稍微远离，没有必要去讨好。想做的事，偶尔尊重自己，让自己开心地活一回。当你真正体会到内心的愉悦时，便会知道轻松的人生都拿捏在自己手里。